市，还有十分钟开始，能帮我接下领带吗？我真的好急。不好意思，我也不会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本期的观察员花良。当一位手受伤的男生请求路人帮忙打领带时，路人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？就是这个很快的，就是你帮我套一下上去就行，套上去是吧？对对对。帮我再就是拉一下上去好吗？就是帮我弄一下，弄一下。哎，这个我不会弄，我先赶。因为我这赶时间，我真的没法去面试的。我先走。哎，小姐姐你好，就是我那个领带松了，就是然后我下午的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试，然后就是我这边的话就是要打好领带，然后就是你能帮我系一下吗？他这个还蛮简单，就是你稍后就是只要把这个提着这个就是拉上去就行，很简单的。我可以耽误你一下时间吗？真的非常感谢哈，因为这个面试对我真的非常非常重要，我就是刚还没毕业，然后现在实习。谢谢，我会成功的。哎，你好，就是我下午有个面试，你能帮我系下领带吗？我的手受伤了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就是你帮我套一下上去就行了。